这些情况真像昏迷吗？对啊，这像昏迷啊！你要创啊？你在何生？你要拜拜哟？不是要拜拜啦！我既然跟我讲，你这像昏迷，何生是你忠心呐？我是何生你忠心呐？你忠心？你忠心是哪位啊？你遐啊？你忠心是遐？啊，再来个一转。啊，连坤啊！连坤。啊，你创啊啦？我。无你要创啊？我要叫你用心的泡泡哟。哎，泡泡派，这是领导的你啊哈。讲泡泡的泡泡哟，这表示大家拢来咧家乡拜拜的所在呢，神威显现呢。你唔惊讲你硬起去哦，开始甲讲个派，爱心的个派哟，你啊讲头壳哦，伊报名叫你揪头壳。你讲咩嘴啦？我是大明天主，别怕我啥物件，我拢陪你。我拢陪我，我拢陪你，我咪十仙。我陪你啦！阿爹，我问你，你啥要拍迄个鱼龙神？因为小弟之前我叫伊对杀，所以我要拍伊啊！看到贵州啊退退，你小弟拢大包钱叫神明甲你对杀，你是咧要讲讲梦话哦？我是够真正的啦！阿爷在吃啥物啊？阿爷吃咩哦？我甲你讲，吼，迄就爱我来解说啊！我这个庙公哦，讲较紧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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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迄就是因为吼，伊拢是吼较灵哦，啊，就大家经营啦，伊就是较灵啦，哦，伊另外这阵哦就是较咩啦，啊，尻川无细啦，啊，咧所以哦，啊，咧有钱赚无？大家经营，啊，就是较灵啦，对啊，较灵，大家经营啦，啊，哪呢？我就爱拍。拍一拍一拍一对不？拍这边，拍这边，你先干边哎！哎，不要！拍！看得很好。要死我！冲他大难！阿招弟来，你去冲啊！喂，你来招弟，我房间啊！